不可久留于一处。A 刀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 刀，平 A， 平 A， 点燃中锋，平 A， 收闪平 A。那亚索一级怕铁男吗？扎一刀，再扎一过来接中锋，一过来 A 接戳，接平 A 一走，一回来平 A 一刀接戳，戳一下，一过来 A 一下，戳一刀 ，A E 中锋，戳一刀，一抠耳链一走，中锋插眼儿。我有点慌啊，我就在这回得了。他家什么打野呀、啊？人马打野，人马在下路。这万一我一个一出来个人马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反正是我赢。哎，亚索的风墙能挡铁男的义务。戳一刀平 A， 一上来一抠耳链接平 A 一走，平 A 一走，戳一刀打个爆溜，好像挡不了。戳一下平 A， 平 A 接中锋 ，nice 螳螂，挡不了。可以个屁，可以！我刚刚试了能不能挡，不能挡，给我蹬回来。我是反向 W 的呀，这波我是摁慢了啊，上一波我绝对没摁慢。没想到我们亚索仅仅在五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卡兵线了，一抠耳裂，回家了。等一个叉子。黄叶，
手往昔。中风接大招 ，A 接拖平 A 一过来，一抠耳链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抠耳链，平 A 点盐套点盐 ，A 接拖。拖一刀 A 一下，平 A 接拖接 A 接 A 打不溜，打个屁，中风。中风接 E。吃个石头赢。一口耳链接中风接拖 A。平 A 接戳一刀，戳一刀 A 一下，平 A 戳一刀，平 A 接中风，戳一下，跳弹，一抠耳链，戳一下，一抠耳链。你大呀，这没办法去了，这死了，打个红吧。提前放挡他一，那咋预判呢？我操！你给我中风！哎呦我小人马！你让我预判他的意义，那基本上不可能能预判得到。那就没法挡，那就是我放了，人不放也没办法。那铁男的一技能没有出手动作，他要提前蓄一下力。哎，我要放 E 了，然后我放 W 的夸嚓，我给打了。那行，德莱文爱起飞不起飞，德莱文起不起飞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中风，一出耳链一走，拖一刀，接中风，吃石头人儿。中风接大招 ，A 接戳接平 A， 接戳接中风，接戳戳一下，
他人儿咋的了？走呗。 EQ 闪现，还伤了呢。一给我中风，戳一刀，一过来 ，EQ 耳链走，一回来 A， 接中风，接戳，一走一。这人马居然高的 like， 我没想到啊。 他居然能高得 like， 不敢单呢。还在寻找回家的路。 走不了了吧？能走。我在这里跟他已经拉开距离了，我往下走还是往上走都可以走一走试试看。我而且我的移动速度很快的，他一双草鞋，他即使有翼，他也不一定能追得上我。接大招，戳一下 A W A A 接戳，挡个 P， 不是能挡吗？能挡吗？挡啥呀？挡。 啊，不是能挡吗？我这回提前放了吧。 吃他个红，总路死了，杀个冰女吧。一 Q 耳裂，戳一刀。其实我 W 能挡他的 E， 我都没挡好。不过这波肯定是死定了，问题不大。 死肯定是指定了，把中塔先拔了吧。我打不能挡，能挡他的E技能我都没挡好。哎呦！ 封空了，哎呀，致命失误啊！要不然德莱文被我杀了。没关系。 这把我们手感特别好，先回家出装备去，先把盾弓出了，来中。 黄鸡这波跟我配合一下啊，不行，黄鸡大没有。打不了戳点，戳 A E 平 A 平 A 接中锋 A 接大招，戳一刀 A E A 戳平 A 平 A 再戳 A， 一 Q 耳裂接平 A， 一过来 A 接中锋平 A 再 A 戳一刀，中推。 铁男一个人应该能处理得了，没事儿。
中塔拔了，给我中风。哎，这螳螂怎么上了呢？中风。回家，不打了，赶紧跑，撤，快跑！二塔还是没了哈，黑上一 Q 耳链一过来，一 Q 耳链接 W 解掉，接中风，接大招，操，大没放出来，哎，烦死了，杀德莱文啊，盾弓没好吗？刚才，哎呀，盾弓差两秒钟，要不然这边不会死。他们要把红打了，我感觉我需要一个减伤。干嘛呀？这惩戒我一下是要干啥呀？树叶的一生，只是为了归根吗？上去把铁男杀了，三秒钟没出现，他就应该在这里。将遵循此道，直至终结。交个大招，交个大招杀他，省得一会儿他队友过来支援来，我得死了。把二塔拆了。谁？哎呦，我银马敢过来戳一刀 A 一走 A 接戳平 A 平 A 接中风接平 A 接平 A W 戳一刀 A 再 A 戳一刀 A 一走 A 接中风 A 点炎戳一刀闪现戳 A 死了。哎呦我操，那个风没中呢，为什么呀？他走位了。下路还没打过，我直接把这水银弯刀除了吧。我刚才为什么要打铁男啊？是因为如果我打银马，这银马要有大他就跑了，我就白打他了，我打一半，然后我就杀铁男，知道吗？
赶紧放，省得那螳螂再死了。给我中风，打大龙来，跟我打大龙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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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点着扫描，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点着扫描干嘛？风我都往左边吹，我都不往右边吹，那对面不知道了吗？白送一条龙还不要，回家出不进去，或者我直接来个青云也可以。没用，亚索不需要青云，无尽吧，无尽配春哥。你把鸡打了，戳一刀干啥呢？再戳平 A 大我解掉中风，戳 A 点炎平 A 戳一刀，戳一下，再戳一下，一 Q 中。戳一刀，一出耳链，平 A 平 A 接中风，我死了。哎，刚才我那个风是给人吹起来了吗？给他们，我刚那风一出耳链没接大呀。可以，这个定把他掏死，漂亮。被冰人给定了，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。刚才我们其实没啥太大问题哈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来攻击力吧，我戳你！俺们家双星红。两星火，打一下中路，打一波吧，我解掉，真是不长记性啊！解你几个大了？快走，兄弟们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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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乐了，快快快快！可别死啊，可别死，死了一波了。还好没有什么，还好没有什么地图资源啊，对面没有办法推，还好还好啊。去卡波兵线，螳螂。哎呦我这螳螂，可血战斧螳螂这么幼啊！这螳螂，你把龙打了行啊？哦呦，
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打这波，这波可以打，对面就两个人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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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定他来。一 Q 耳链 ，W 溜搓一刀 ，A A 搓 A E， 一 Q 耳链点燃接大招，搓一下平 A， 喂，700多一刀啊，720多。伤害确实有点恐怖。我出蓝盾其实没啥用，蓝盾只能减普攻伤害，如果你想暴击伤害降低20%，你还得主动施法。可以减速并降低其攻击力10%啊，那也还行吧，但是我得先出无尽啊。我们先回家把无尽出了。哎，可以杀他人吗？漂亮啊，兄弟们！大龙没了啊 ，nice。这家伙，对你大打别打我！杀德雷文啊！杀德雷文！哎呦，我这是个爹呀！这，还行，没被一波啊，可以接受。杀德莱文啊！这黄鸡其实应该自杀袭击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直杀，直接就是这个 W E Q， 然后过去直接把德莱文一推，啊！还可以，看来这只德莱文只能我们杀，这德莱文打人太疼了。我一17级压锁的三刀把我砍没了，得三刀。那里边有人啊，那里边100%有人。就别拿红了，你螳螂又不需要红 buff， 这德莱文不出春哥，下边把他杀了。中风，不太好守啊，好像德莱文能杀不？一定杀德莱文啊！我这正面团我不好上啊，我上去就得让五个人摁，我跟你们说，100%是五个人摁我。杀德莱文，杀德莱文，杀德！哎呦我的血！
继续。这波黄鸡开的吧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啊，这波黄鸡开的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吧，没打过。